bus. Kaka, 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骆驼先生、壁虎先生生病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手上的钢毛受损，骆驼先生是胃胀气，我马上帮你们治疗。好多气泡，超级修复仪。全都治好了。谢谢。糟糕，树叶飞走了。我们一定能救回树叶上的卵宝宝。加油！我左边，我右边一点。糟糕，有危险！
队，奇奇妙妙救援队，救援队，准备好立刻出发，向前飞，向前飞，我和你一起冒险不后退，团结一支救援队，苍蝇勇敢救援队。救援队，奇奇妙妙救援队，救援队，准备好立刻出发，向前飞，向前飞，我和你一起冒险不后退，团结一支救援队，聪明勇敢救援队。要靠技巧，力量更重要。那我们比赛一下，看谁先拿到。好。有紧急任务。嘿，归我了。接着。卡卡，今天有什么紧急任务？伊夫，他姓雷，四肢构造特殊，是高空工作的高手。可刚接到求助，说壁虎先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这个很快，等一下我布置好了就能看到了。哇，太棒了！哎呀，我绝不能让孩子们失望。哎呦，别着急，奇妙救援队很快就会到的。快看，救援巴士！终于来了，壁虎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啊，爬墙的时候，碰到了鸟屎，手一滑，掉下来了。不能爬墙了，别担心，妙妙帮壁虎先生精确检查一下。好的，启动检查设备。手上的刚毛受损。刚毛？什么是刚毛？看，
壁虎先生的前后掌都有成千上万的毛，那是刚毛。它们有很强的吸力，能让壁虎安安稳稳爬墙。怪不得壁虎不能爬墙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这能治得好吗？放心吧，能治好的。启动，变小。扫描，锁定伤口，超级修复仪，好痒啊！壁虎先生，不要乱动！琪琪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刚才手太痒，手……哎，我的手好了！我又能爬墙了！壁虎先生，刚刚接到通知说会下雨，活动要提前开始。那我马上开始布置。只剩15分钟了。来不及了，小朋友们会很失望的，都怪我。壁虎先生，我们帮你。太好了，可是谁能跟我一样爬得那么高？别担心，呼叫总部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壮壮的工程车支援。收到。壮壮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收到。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还有那么多，启动云梯，哇，好酷啊！那让我们一起加油吧！好帅啊，我也试试。就剩最后的布幕了，交给我们吧。加油，加油！
壁虎先生，对不起。啊，对不起。刚才我太粗心了，害你尾巴断掉了。你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来查一下。壁虎的尾巴很脆弱，一有危险就会断掉保护自己，但是很快会长出新的来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反应训练开始喽！嘿！啊！啊！我接住了！你真棒！吃点东西，补充点能量。我们继续吧。没问题。有紧急任务！依依，接球。好。真香。土依依。紧急任务，新军衣，昆虫类，身体小，力气大，通常集体工作，是昆虫界的搬运能手。可是今天在给蝴蝶女士搬运过程中，新军衣们出现问题，一直在原地转圈。蝴蝶女士发来求救请求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火速出发！救援队怎么还没到啊？他们来了！地图显示他们在那儿。好，变小，降落。你们终于来了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吧。妙妙，马上替蚂蚁做检查。好的，启动检查设备。结果出来了，他们是太累才晕倒的。太累了，那要马上补充能量。他醒了。你去哪儿？怎么又回去了？好奇怪啊。一定要找出原因。我查查资料，行军蚁通常都是由领头蚁带着走，
如果领头蚁出了问题，行军蚁就会迷路混乱，就像这样转圈圈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一阵大风后，领头蚁就不见了。它去哪里了呢？我来找看看。扫描。发现目标在那边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哦，原来他是被困在泥坑里面了。奇妙救援队。哦，我马上救你上来。超级神枪。谢谢你叫了我。不用客气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立正，起步走，一二一二一二。太好了，大家都没事了。二一二。一二一二一二，嗯，不好，又刮大风了，小心，保护好暖宝宝。嗯，啊，我的宝宝，我，救救我的宝宝，交给我吧，我们也去。树叶飞得太快了，必须请求总部支援了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飞行员兔依依的支援。收到，飞行员兔依依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哼，交给会飞的依依吧。有卵宝宝，我来告知方位，你救他们下来。好的。飞到右边去了，另一片在左边。我救到了，好棒好棒！还有最后一片。嗯嗯。我。飞走了，快追！看我的，加速！啊，我被树枝缠住了！糟了，快跟我来！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飞过来了！我左边，我右边一点。糟糕，有危险，超级速攻。
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，还好有奇妙救援队的帮助。拜拜。我有。我是琪琪，奇妙救援队的队长。无论谁有困难，我们都会去帮助他。哦，回神！想不到的本领呢，那快点开始吃吧。好，让你们尝尝最美味的料理。炒萝卜，萝卜餐包，萝卜汤。哦，油炸萝卜。清蒸胡萝卜。有紧急任务，我们必须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们必须留下，把菜吃完。卡卡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？大象布鲁雷有长长的鼻子，时常是消防员，可是今天灭火时鼻子出现问题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你还好吗？奇妙救援队怎么还没有来啊？啊，那边的火又变大了。救援巴士。你们终于来了，快帮帮我，我现在一吸水就会咳嗽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帮你治疗。我先帮你做个精确检查。太好了，鼻子有救了。启动检查设备。哎呀，
果出来了，鼻子被堵住了。堵住了？哦，那么我到大象的鼻子里去检查一下好了。是哪里堵住了呢？是不是下面呢？哦，好深啊，下去看看吧。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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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哦，妙妙，大象的鼻子是被口香糖堵住了。咦，这里的风好大哦！原来口香糖粘住了气道的软骨，害得大象呼吸困难。难怪，我马上弄掉它。耶！哎呦！大象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鼻子好痒！怎么样了，琪琪？嘿嘿，成功解决了！哦，现在舒服多了！哦，太谢谢你了！救命！有人在吗？救救我！啊！救命！声音是从下面传来的。我先扫描看看。是乌龟爷爷，要赶快救他出来。小心，这样乌龟爷爷会受伤的，不然这里交给我们吧。好的。必须请求总部支援了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飞行员兔依依的支援。收到。兔依依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刻出发。收到，交给会飞的依依吧。Hey!
我只是买瓶酱油，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啊？现在没事了。啊，原来是奇妙救援队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消防员先生辛苦了。我才要谢谢你们呢，这次多亏了你们的帮助。还有，别忘了依依。当然，也要谢谢你。耶！哎呦！哎呦！喵喵，甜汤做好了吗？哇，好香啊！我远远的就闻到了。我还没开始做呢。瓦斯不知道为什么没了。各位市民，全市瓦斯突然全部中断，事故原因正在检查，市政厅已经启动应急。有紧急任务，快走！记得要回来做汤啊！卡卡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鼹鼠、哺乳类、嗅觉灵敏，是瓦斯管道维修工。可今天检查瓦斯外泄时，突然晕倒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的阳光，哦，奇妙救援队，快点来啊！是救援巴士。快，快带我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。鼹鼠先生，你害怕阳光？对，我现在非常难受。我马上帮你做检查。启动检查设备。明白了，我马上帮他治疗。嘿，变小。
找到受伤的地方了。超级修复仪，我好像完全好了，谢谢你们。不用客气。糟糕，浓浓的瓦斯味。我去帮帮鼹鼠先生。气味来自井下。哎呀，水管都老化了。好浓的瓦斯味，瓦斯外泄点应该就在这里了。这里水管漏水更严重。瓦斯管道都被腐蚀了，怪不得瓦斯会外泄，要马上修理。不好，水管裂开了。琪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水管裂开了，我们被困住了。什么？那怎么办？必须请求总部支援了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壮壮的工程车支援。收到。壮壮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收到，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琪琪，我已经到达。壮壮，快把下面的水抽干。收到，包在我身上。好像抽水管被堵住了，我下去看看。抽水机恢复正常了。糟糕，超级速度。
吓到我了。鼹鼠先生，安全帽还是戴在头上才安全。搞定，我们走吧。琪琪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瓦斯管道终于修好了。奇妙救援队，谢谢你们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鼹鼠先生呢？我在这里。鼹鼠先生，瓦斯又恢复供应了，谢谢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市长，能换一顶新的帽子吗？毕竟安全第一嘛。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哇，琪琪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长得好像手掌哦。这是仙人掌，喜欢就送给你吧。真的？哦，但是你要照顾好它，它喜欢晒太阳，不能浇太多水。还有呢，它的刺是它的叶子，不要乱碰哦。有紧急任务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它吧。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骆驼，哺乳类，是沙漠里的快递员。它的驼峰是超级能量箱，可以让它不吃不喝走上十几天。可是现在它的驼峰却越来越小，没有能量了。需要你们的帮助，交给我们吧！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好难受啊，奇妙救援队，请快点来啊。救援巴士，太好了。骆驼先生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肚子怪怪的，吃不下东西。我的驼峰都变小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帮你检查一下。启动检查设备。导致吃不下食物，所以不能给驼峰补充能量。明白了，我马上进去治疗。
胃里面有好多气泡，难怪肚子会胀气。超级修复仪，还有一个大气泡，搞定。舒服多了，七七，骆驼先生，你好多了吗？打了个嗝，好多了，又可以吃东西了。哈哈，你们看，我的驼峰开始变大了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去送包裹了。咦，我的包裹呢？天哪！肯定是被风吹到沙堆里面了。别担心，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壮壮的工程车支援。收到。壮壮，七七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收到。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骆驼先生的包裹被沙子埋住了，我来定位，你来挖。好的。找到了，在那里。交给我吧。加油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哈哈，太简单了。太好了，都找到了。糟糕，沙尘暴来了。大家赶快躲到车子旁边。啊！我的包裹！危险！快蹲下！不行啊，风这么大，包裹会被吹走的。让我来。啊，七七！超级速度！风停了。七七，七七，七七呢？七七被沙尘暴吹走了。都怪我。七七，七七在那里。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哇，我的新玩具，骆驼先生，谢谢你，下次也要找你寄快递。太好了，多亏了你们帮忙，谢谢你们。骆驼先生，再见。
再见了。再见。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鸟妈妈，你别着急，我来想办法。你好，这里是消防局。森林着火了，树上有很多蛋宝宝，快来救他们吧。好的，我们立刻出发。消防员，警报响起了，我是消防员，出动消防车，我是消防员，立刻去救人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在路上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到达现场。消防员来灭火了。嘣吧嘣，嘣嘣吧嘣，嘣吧嘣，嘣嘣吧嘣。我是消防员，拿起长水枪。我是消防员，登上云梯车。我是消防员，勇敢去救火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我来救你了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不要害怕。我家里失火了，快来帮忙灭火。好的，立刻出发。我是消防员，警报响起了，我是消防员，出动消防车，我是消防员，立刻去救人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在路上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到达现场。太好了，消防员来救我了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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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。我是消防员，拿起长水枪。我是消防员，登上云梯车。我是消防员，勇敢去救火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我来救你了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不要害怕。嘣吧嘣，嘣嘣吧嘣，嘣吧嘣。不客气，大家的安全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小鸟宝宝们在学消防员灭火呢。